快了，酒杯里的酒还没喝完呢，我等着你呢。来，咱们继续喝。看来各位的事情都聊完了是吧？那哪能啊，就等着郑总监你拍板呢。您别这么说啊，我们跟贵公司的合作永远是第一位的，而且还有米兰达嘛。对了，沈主编，我要的四餐厅的稿件你答应今天给我的，怎么还没给我？我不是早就给你了？哦，对了，那边的主厨刚好是我一个朋友，他说今天晚上有时间，想请你过去采访，你还不快去？哦，对，我还有稿件没写完，对不起啊各位，我可能要先撤了。谁都不能走啊，正喝着高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就是啊。小山，你可不能走，我要跟你继续喝。大家高兴，我也迟到了，敬各位一杯。各位，我那边报道啊，确实挺急的，我跟小神交代两句。小山啊，小山郑老板，酒还没喝完呢，小山。好了，郑总监，我陪您喝。什么事儿？谢谢总监。你采访风格还挺多元化的。没关系，女孩子出来要知道自己能喝多少酒。餐厅那边我说好了，记得吃点东西再回家啊。好，走吧。一点一滴一直越过的旅程让我沉溺。师傅去四餐厅。好的。那我先过去了，总监。去吧。傻瓜，你可以唱不再悲伤的电影，我们停靠在未知的下一站，用爱的全部当背景。这男人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，竟然有那么一丢丢顺眼了。他整个天际闪烁着恒星。